邱启明呢是越来越像一个艺人了，主持节目、拍电影、做宣传，回答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，一次次的重复着自己已经说了无数次的答案了，不知道他是否适应这样的环境。其实我更喜欢坐在主播台上的他，有态度、说观点、对时事的关注、对民生的关怀，都是他身上的标签。主持人出身的他呢，面对各种采访应该是不怕回答问题的，可是面对一同拍戏的小伙伴们，他是否应付得了呢？你喜欢谁啊？很难选择。邱启明，邱启明叔叔，邱启明，没关系。那你又买什么吃的了？给我们两个买了汽车，给我们我买零食的，然后给他们俩买玩具。对，什么时尚给他们买？买豪车，你看，开玩笑，爹有钱，爹的朋友叫钱多多。电影《小神来了》是主持人邱启明的电影处女作，因为电影的主角是这三个小孩子，邱启明自然免不了给这些孩子们买些东西来讨好他们，然而却依然没有逃过孩子们拿他开玩笑。明哥，如果以后有合适的角色，还想再挑战一下吗？看他不是本色出演的那种，看他给多少钱吧。邱启明有吧，应该改成钱多多了。其实这些钱不钱的都是邱启明在开玩笑，在这部电影《小神来了》中，他也只是帮忙客串了一下，并没有真正主演。而接演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。他们会帮我捐出去一笔钱啊，我是源于这个才接了这个演出。装修